哇，他的睫毛好长，好像洋娃娃，就像自带眼线，好羡慕啊！学姐教你这三招，养出纤长浓密睫毛，不化妆也能变电眼。一，用棉棒蘸取凡士林，涂在睫毛根部，可以滋养睫毛，让睫毛变粗变浓密。二，用茶水涂在睫毛上，茶叶中的茶多酚可以助长毛发，让睫毛变得强韧纤长。三，维生素 E 胶囊扎破，用棉棒涂在睫毛根部，可以帮助纤长浓密睫毛哦。你学会了吗？同样是学生，为啥他们可以这么漂亮？学生党变美不用愁，教你四步蜕变成校花。一，校服小心机，衬衫校服叠穿毛衣背心，连帽卫衣配运动校服，青春有活力。胸针不贴小徽章，凸显小俏皮。二，气质好体态，挺胸收腹头抬高，端正体态提气质，拒绝二郎腿和含胸驼背，让你阳光有朝气，从小美到大。三，逆袭漫画脸，每天仰头撅嘴练习20次，按摩咬肌1分钟，瘦出上镜小微脸。四，涂抹身体乳，每天涂全身，人群中最白最嫩的就是你。你们还知道什么变美小技巧？快来分享吧。